如果我真的只有一生，那么在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为主做了什么事，而且我们要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只有这一次的机会。耶稣必须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，我们的生命完全由他来掌管，我们的生命是他赐给我们的。